今天村里长大声讲的专题，咱来看到彰化市光华里，里长谢栋梁热心服务，家己带头开办真多丰富的免费课程甲班队，带领因的环保志工营造真美丽卫生的环境。而且因的里来后，达到这個过年过节啦，活动是满档，凝聚里面的感情，嘛将温暖传予里来弱势家庭。彰化市光华里位置市中心，街区闹热，充满宗教文化气息。任任两届里长谢栋梁上任了后，开办免费的书法等多元课程甲班队，丰富里民生活。这堂静心养神，哦，啊，安尼袂去安尼胡思乱想。当然感谢里长，啊，再来上届感谢两位老师，因为我唔捌看到，我自细汉到即阵经过几百个老师过啊。把个纯正的老师教来，啊，唔免你去读书，大家乖乖乖，做书店啊，真欢喜的。计划少年，还袂老，哎呀，啊，感谢李长啊，足热心的。所以大家你看哦，一进来，他一定会说老师早，大家早，哎、欸，都是很有礼貌。办这晚的活动哦，完全我自开始办到即阵，拢完全是拢免费的。来学这个毛病哦，学生一定。是真，迄才华真好，品性嘛，伊直直改进的直直好。最近还佫有办着迄个排舞班呐，排舞班是一天王大庙埕，拜一到拜五的，哦，啊，佫一个太极拳，太极拳拜三到拜六，啊，之前办过有一个叫做粘土班，四大人带囡仔来做，做甲煞母仔囝拢咧做，做甲拢足新鲜的。听我办这个教室，大家做安尼，真感谢刘市长。尤其光华里一年当中，逢年过节，大小活动不断。有这个班，有这个班，啊，重要。即马咱徛的所在，就是干呐，我中央坐一只沙地卡煮面线，哦，啊来发落一挂敬老遐的老伙仔，哦，啊，巴掌嘛是一只巴卡，啊，从今年就拨3570粒啊。像迄款厝的吼，我拢每一个去送20粒，啊，加收入无啥，迄种眼光拢20粒嘛，所以我的数量做到非常济，都拢也办啊足圆满的，啊，无开着咱社区的钱，啊，无开着其他遐的钱。透过活动凝聚居民好感情，嘛将温暖关怀传予弱势家庭。阿嬷，阿嬷，阿里长啦，哎呀！来，甲你看一下。伊真好呢，伊做人足好诶。哦，真爱照顾。我非常咧关心遮个老伙仔，那我拢也当作那是爸母咧。嘿啊，过年过节，妈拢行脚到发红包，啊，是我进前爱心便当，五股通话做20,926粒。有还佫有一项特别的代志，记者一阵。台湾省可能敢那我彰化市光华里有缘尔，阿多摆迄天去加乌油、加鸡鸭油，头150台拢完全免费的，非常感谢咱彰化县商会甲彰化县长、县府的配合。环保志工的热心付出，光华里的大街小巷嘛拢打扫了非常清气，环境真卫生。有蠓虫食的吼，我特别注意。该挂草，我逐个月拢有咧挂。啊，扫路口嘛是同款，大家拢足主动的，唔免想联络，家己时间搞落来啊。啊，阮若扫路口的时阵吼，规日的街头巷尾大条细条，都扫甲焦着。啊，扫好，阮搭影响。大家拢真合作啦，大家拢真辛苦啦，大家就算义务的，大家拢真配合啦，嘿，嘿，嘿啦，嘿啦，嘿。大家拢欢喜。谢里长咧，这个带动吼，啊，大家为这个里民服务吼，啊，里民话嘛感觉真肯定，讲咱的里长做了真好，真热心，做得很快乐啦，
因为一开始像一开始做环保的时候，有李明还开玩笑说，现在治安好像变差了，为什么连垃圾都会不见啊？听到这个其实蛮开心的，就是李明也有感受到这种感觉。然后像那个有一些像那个蚊虫比较多的时候，李明会常反映说要喷洒那个消毒药水。这个时候我跟爸爸会一起去里内做一些那个喷洒的动作。光华社区赞。光华里这年来在社里长带头之下，李明志工更加愿意热心付出，生活过了充实又健康，环境精致美丽。李明都深刻感受到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快乐又幸福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